因为考量到两岸的情势的发展，暂缓开放这个非应届毕业生的入生学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生。因为考量到两岸的情势的发展，两岸事务的主管机关对于现在是否开放非应届毕业生的大陆学位生来台有不同的意见，那希望教育部再行审慎评估。教育部尊重这一个主管机关的这个权责的意见所以我们先暂缓开放这个非应届毕业生的入生学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生。